不行，前面隧道好像被水淹了，车过不去。那怎么办？这样下去不行了。要不咱们晚上找个地方先将就一下吧。只有一个床啊，要不换一间吧。前台说这是最后一间了。也行，反正也不是没一起住过。拿个枕头，在沙发上睡觉脖子不舒服，拿个枕头过去。要不你睡床上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睡沙发，你睡床。不用不用，你睡这儿就行，我睡沙发。防水肯定是坏了。你说为什么创业给我们想象差距那么大？我们不应该躺在 CBD 的豪华大办公室里喝着 coffee 谈着几千万投资的大项目吗？或者至少也应该吹着空调吃着零食啊？怎么会沦落到在这里追着车捡垃圾啊？我不理解。怎么，后悔跟我一起创业了？后悔，大大的后悔。我今天忙了一整天，我就吃了一口煎饺，我还被烫了嘴。不行，你得好好想办法补偿我。好。让我好好想想。我要喝奶茶。奶茶？嗯。你快问我什么味道。啊，什么味道？就最新那个芋泥的那个。嗯。看你都不了解我。我知道啊，全料奶茶嘛，加珍珠加椰果，通通都加那个。林夕，在我最接近死亡的那一瞬间，我脑海里闪过的都是关于你的画面。想着对你说过的承诺还没有兑现，想着还要每年跟你一起过生日，也想着还没有好好跟你说再见，反正都是关于你的画面。那时候我就想，如果我就这么撒手人寰了，那我这一生真的算是白走一遭了。所以我一上岸就订了回国的机票来找你。那迟到的金牌送你。
田径冠军，你拿到国奖了。嗯，为了不留遗憾，我还想试最后一次。是什么？林夕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们也一起经历了那么多事，闯了那么多的祸，那些你哪怕有没有只是一次或者一瞬间对我心动过，我永远都记得，在我十七八岁最好年纪的时候，有那么一个男生，很认真，很认真喜欢我那么久，是因为他的喜欢，才让本来很平凡的我，多了一次很美好的光，以至于很多年后。我回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会相信那个时候的我们真的很纯净，很美好。秦凯，谢谢你。天台风大，赶紧回去吧，别让他等太久。你在哪儿？我在你后面。